now jump, thinking of your love and my heart beats like. 现在我们到达了张希的家。耶。然后我们到了我们的下一站，是哪里？沙子丹霞广场。那什么来着？三角杯。张希说这里晚上有卖唱，然后我们说商量一下，晚上去唱首《人鱼》。算了吧，看看有没有人给我们赏钱。我怕他们看了太感动了，就是哭了怎么办？然后我再给他们来一段马语。我说小偷进来就进来，万一没啥子好偷的，他万一把衣服偷了，我说我还是被你说到了，我说很精致。现在我们去，跟哪儿会？等一下，我感觉把他们带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离城派有点远，我们迷路了，找不到了。对，司机也找不到，主要是重庆这个路，张希也找不到。主要是重庆这个路，刚刚突然能碰到张希的。重庆这个路就是不是那种像方块一样的四通八达的，就是只要走错了的话，就得返到原路，然后找另外一条。你是老敷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黄色的司机，黄色小黄色 yellow taxi。 好，然后我刚去买了药，在重庆也少不了买药。见到陈盼了，我们现在在买奶茶。我今天的妆化得特别丑，这样拍不出来，就老远的拍一下观音桥就行。我们在干嘛呢？我们在饭店里面。在便利店啊。饭店。哦，在便利店吃饭啊。陈盼看完电影说他饿了，然后我们在吃饭。虽然我们刚吃完早饭。我们现在已经到陈盼家了哟，新装修的家，买了一堆吃的，然后这真的是我也很希望我有一个兄弟姐妹可以跟我住这种两层的床，多温馨啊。在成都的最后一顿。今天呢，我就出道一周年啦。然后呢，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我的粉丝，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对我的关心与支持。接下来的时间，我也会继续努力的，让我们一起加油吧。